Hello， 大家好，好久不见。我没有别麦，但是这样应该听得清楚。那个今天呢，叫十分钟系列，我们要做一个木芯版的方便简便的桌子。你要带出门也很方便，它只需要四个部件，严格来说是五个部件，两只腿、两个横撑跟一个桌板，你就可以完成了。好，那我们废话不多说。一般来说呢，我们要开槽，我们一定都先画线。啊，我现在是随意画了。啊，到时候你那个尺寸你自己定。然后我画完这条线之后，我会再加一块木头，相同厚度的木头，或者是一模一样的木头。哦，然后拿来当我要开的槽。啊，我们这个要开的槽呢，这个就要依照经验开嘛。开线的里面呢，还是一条切到线，一条切到线的外面，就会控制你的松紧。然后，但是最难的是，你还要拿来对锯齿，还要拿来一根一根这样对锯齿，然后再去调整。那如果你看了我的视频之后，以后不用了。第一，我们只需要先制作一个关键道具。第一刀你要先修整，好，然后把我们的挡齿要先修一点点哦，然后我们的挡齿推过来，不管它数字啊，我们现在先不管它数字哦。然后我们先修第一刀，先修第一刀。好，修完之后，挡齿都没有动，再塞一块一模相同的厚度的木板，然后把你的板子靠上去，然后再撕掉。好，这一条就是我们的关键道具。啊，我就先用任意数啊。你第一条线，你还是要对一下，稍微对一下刀子，不然你就要很会算数学，可以吗？好，那好，我现在就是任意数，我就示范一次。我就先切一刀，好，切完一刀，你要的深度你要自己控制哦。再把我们这个关键道具放上来，再切第二刀，这样切完之后。你就可以做十字打结，我先把它折掉，这样，大家就可以这样做十字打结，那就可以做，而且还是刚刚好，没有缝隙，对吧？好，关键道具有了，我们剩下的就是来做木板。好，我们现在换那个横撑，横撑刚刚腿已经 OK 了，现在换腿，那现在换横撑。这个不要怕，来你，先敲好，然后拿锯子，我是拿锯子的。左边会比较不好锯一点，左边会比较不好锯。如果是右边的话，你可以用你的指甲看，锯直就好了，然后往上提。好，跟他说再见，然后把它走掉。
这样是这个肉比较漂亮，这个肉比较漂亮。啊，你这边烤的时候，我们就翻面，翻面。哇！哎呦喂！太长了，翻面，继续，重复刚刚的动作，目光就这样，享受啊，享受这些动作。我会先用平的先对准而已，但是我会转回来，转回来我稍微会斜一点点，敲到猫掉，敲到猫掉，然后左右摇先让它起来，然后再来锯。啊，如果你的锯子常常锯锯很卡，你要买黑珍珠啊。如果你的锯子常常很卡，你要喷这个，喷这个黑珍珠，喷一点点就够了，对吧？黑珍珠不是打广告，但很有用啊，或者是有细的啦，有含细的就可以了。你看这边超顺，往上折，往上折。好啊，如果它不断的，下面这个很顽皮的。基本上都会断，很顽皮的，你自己再修一下。你看这样动作就很快，剩下这个巴利亚要敲掉就，给大家看一下。所以有屑屑，我把屑屑清掉。好，这个就很漂亮了嘛。做完就这样。干干净净，不拖泥。好的。你确定？哎呀，你吃不够胖哎、欸。对啊。你可以再吃胖一点。好，完毕。这可以在上面跳舞。好。我这里想要做一个。放上你的桌板。你这样放
像。你要当床还是当什么都可以。谢谢大家收看，记得帮我订阅、按赞、分享，谢谢，拜拜。